可以跑2400米，两个弯我就转啦，两次弯。二号仔发财先锋啊，啲马冷门嚟噶，场场都跑十几名嘅。赢过嘅马就一号、三号，呢只有份咧，只三号叫做咩？多巴先生，多巴先生，但系近期就第八、第十三咁样，但系六倍喎，上次系80倍噶嘛，而家变成63元，但佢六次赛绩都冇一次上名嘅，呢啲系自己外里围内方家拍马房何泽尧啊，呢啲系自己觉得有信心咁样嘅。方家柏何泽尧，咁啊呢啲叫三级赛啊，要落咗马先有得访问嘅呢啲。四号标志五支，标志五支咧近期就有一个第三嘅，系3月10号，系布文骑嘅，上次就跑第六。六次赛绩之中有两个第二，一个第三嘅。两个第二嗰阵时咧系2月4号、12月3号跑1800、2000嘅，呢一场就跑2400。四号2400米试过12月10号跑过第六名，八只马跑第六名。一号呢只马咧就系135磅，布文骑嘅布文。照將王啊，上次就跑13隻馬跑尾二嘅，尾三跑11名，夜8倍，而家8倍，哇差好远啊真系！2400米啊，佢就赢过嘅，5月28号旧年，一号月当时系將王跑第一嘅时候系几多啊？跑126磅嘅喎，而家135磅，有啲報文。五號馬咧就叫做智取神驅，智取神驅上次咧3倍跑第一嘅，呢只馬近績好好啊，但上次跑1650啫，一路都跑1650啫，而家佢要增程好多格跑呢個2400。有冇跑过啊？冇跑过，初跑2400，智取神驱，而家咧就系配呢个钟逸礼，都唔使惊啊！即系佢反正都未赢过咧，未掂过2400，咪由佢跑啦。上次居中间位置，早段抢口咁讲。六号健康快驱，上次第十，前次第五。近績不是挺好的，近績上次第十湯普森48倍，上次成績好的是5、9、10、11，但是五號就未跑過2400，上次贏了添，連贏兩場添，智取神驅得不得呢？可能得都不定。七號當年情又是跑第尾的，上次尾二两场都跑尾二，16倍又不见冷门得去哪里。真蔡明少告东尼试过1800米跑第二的，当时是1月10号，近期都没跑过2000有，但是跑得不好，跑第七。九号嘉应全程呢只马就好马嚟嘅，呢只马2月4号咧就系2000米跑第一嘅，11隻马18倍，上次咧就系跑第三40倍，艾少礼骑嘅，当时又系跑2000米，呢只马反而几好啊，九号仔啊，嘉应全程。
即係之前季初即係嚟香港初期又出手出得唔靚，波拉治療咧冇咗個地方，變咗而家真係少好多分別。十號仔自然力量，姚本輝上次又跑第二啦，千八啫，二千二米試過跑第三，跑第二，麥道朗騎佢，當時係十二月二十號，得嘅呢啲馬得嘅，我估十二號灰馬都靈福星，都靈福星咧。前一次泥地1650四月三号就跑第二的，上次就千八米跑第八，上次变成24倍，好像长一点他就冷门了，一长他就冷门，背马田泰安一档轻磅十一号咧，而家影住呢只上咗马咧，就系梁家俊，难以置信。上次五倍跑第二，二千米嘅，搏到啊！呢啲要系咩？你都系想跑中长途嘅啫。前次跑二千，上次跑二千，今次跑二千四，睇晒咁滞嘅。睇主持解乜嘢咧？四號幾好啦，四號標誌五支，四号九号我要标支五支，同埋呢只叫做咩啊？嘉应传承啊！呢个 Michael 又系我咁谂法。买四号九号 ，K 姐要四号十号，睇骑师系边个先？班德礼，四号仔夹埋五倍，而家咧就系4.8，即系睇佢六次赛绩。有中長途紀錄，有兩個第二，一個第三係咁樣啊！一號仔象王呢只馬曾經喺咩啊？卡達爾啊嗰啲多哈唔知邊度，即係中東贏過翻嚟嘅。紅衫呢個心呢只嘅都靈福星灰馬嚟嘅，都靈福星上次第八，不過前次就好第二。都靈福星而家八倍。都靈福星就是多了很多飛的，隔晚是18倍的，現在是8倍。三號這隻馬叫多巴先生，多巴先生就上將就很冷門的，現在就熱門之一。五號智取神區連續兩次第一，這隻都挺好的，中翼禮這兩隻，不過未跑過2400，由1600跳幾格上來跑2400。俾啲慢鏡你睇下，呢啲叫三級賽啊！呢啲蔡明少當年情連續兩次十幾名啊，九號呢只馬好多人關注啊，嘉應傳承，因為上次第三，前次第一，咁啊即係近績就唔錯。九號嘉應傳承。Jenny 要7号、10号、4号，
九号咧有四有九，不过摆喺尾尾。七号系当年情，哇冷门嚟噶喎。七号十八倍，十号都系冷门嚟噶。听嚟要七号十号啊。咁落到嚟香港都把長途都夠啊，喺呢啲嘢做啦。真係好狀態，都連復星杯真係爭好遠啊！佢都唔好冷門喎，九十一號睇嚟會變熱門啊嘛，大熱門啊！而家逼到嚟。皇太后紀念杯2400米嘅長度賽事。目前的熱門四號馬標誌五支都是這個路程呢，過往都有根據的。落啲飛就一對啲側身馬啦，兩隻都跑完啲打比啦，嘉應全城難以置信，兩隻馬呢都近的。搞緊入閘就多巴先生、象王、智取神驅，再嚟就嘉應全城，位置呢佢都起啲飛嘅。好啦，後面就當年情差唔多啦喎，交俾閘前杜陵福星难以置信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八场赛事，三级赛2400米皇太后纪念杯啊！开闸嘅时候啦，前面快少少嘅马咧，见到呢只发财先锋响埋面快嘅，中间黄湿系当年情嚟噶，外边有智取神驹亦都走咗上去啦，跟住佢后边有难以置信啊，最初仲有只嘉应全城啊，大约跟住个第六位嘅马黄衫蓝帽标志五支啊，响入边咧就都灵福星啊。后面四匹马啦，分别有多巴先生、健康快驹、自然力量啊。暂时电流嘅马匹咧系象王嚟噶，啱啱第一次过终点嘅时候啦，放咗出嚟嘅马咧系嗰只智取神驹嚟噶。外边嘉应全城已经系进占第二位啦，埋边发财先锋啊跟住第三啦，难以置信响第四位啊。第五位嘅马有当年情啦，出边第六有标志五支啊，后边嗰五匹马都灵福星、灰马、多巴先生啊。尾三粉红衫嘅健康快驹啦，黑衫尾二咧就外边嗰只自然力量啊，暂时天后系象王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对面直路1400米嘅段柱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嘅马匹咧就系呢只智取神驹噶啦，嘉应全城就开始逼近啲添啊，抛离咗后边嘅对手至少有两个马位啊，跟住个第三系发财先锋啊，第四位就难以置信啊，五六位都冇变过噶啦，埋边啊当年情啦，出边咧就标志五支啊，后边嗰五匹马埋边啊都灵福星，出边多巴先生啊。后面三隻健康快驹、自然力量啊，三次电流仍然是象王嚟噶。好啦，过埋呢个1000米嘅段处咯，前面智取神驹响入边，出边嘉应全城第二位啊，落后咗三个身位啊，先见到第三位难以置信开始要逼啦，埋边啊发财先锋褪啲啦，出边标志五支都上啲啊，跟住个第六位啊当年情啦，后面五隻都冇喐过啊，都灵福星、多巴先生啊，尾三健康快驹、尾二黑衫自然力量啊，包咗落尾噶嘛，仍然是象王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，智取神驹占先嘅，嘉应全城第二位，难以置信，依家咬咗上嚟响出边第三啊，在外边位置有标志五支啊，平出去爆噶啦，当年情都灵福星啊，同埋多巴先生，最出系自然力量啊，最后300米到啊，智取神驹占先一半个身位，中间位置就难以置信啊，高东尼一对上啊，标志五支，最出仲有只当年情，最后200米，中间标志五支，外边当年情追紧佢，入边。仲有一隻難以置信，最後100米，中間標誌五支，但係睇個勢，當年情外面應該冚過啦。第三名嘅馬難以置信，第四名係智取神驅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當年情嚟咗一個大變身啊！終點前追月球，佢啊當年情贏咗佢喎，真係七號仔15倍啊，隔晚又係冷面。四号跑第二，哇！嗰只中翼礼都好好劲啊，如果够气就搞掂啊，真系系咪啊？第五号仔啊，由头带到翻嚟，最后100米、200米先断，105米到啦。其他啲马都冇影嘅，只标志五 G 都算系几好啦。班德禮啊，輸一個頭啊，真係4-7-4-11，哇！十一又好熱門啊，十一號難以置信啊，呢啲啊，中梁家俊呢啲咧，真係搏噶佢真係啊，次次都係跑長途噶嘛，次次都
我一出嚟之后睇下前面边有放马啦。呢只钟奕礼都几好啊，即系啲马都跑得几稳定啊，真系，即系啲步都几好啊，唔系太快咁样。跟住咧，九号仔嘉应传承呢只艾少礼上嚟啦。咁啊，田泰安啲喺依度啦，喺依度啦，喺呢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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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唔系啊，即系嗰只咩？标志五支啊，班德礼。好啦，而家喺前面啦，钟奕礼同阿啊唔记得咗啲骑师啦，艾少礼啊，两个喺度啊，喺度斗啊。钟奕礼喺前边，艾少礼喺第二。钟奕礼嗰只马咧叫智取神驹，连续两次千六米跑一里咧系第一名嘅，第一次跑呢个咁长嘅路程啊，佢够气嘅啫，跑二千二，跑呢个千八二千都得噶，我睇呢只马，啊跑得几好啊，真系步速又唔系快又唔系慢，好啦，睇翻后边呢啲啦，田泰安喺呢度，黄黄地色衫，一二三四五第五第六到啦。嗱，个个斗后劲都走去外边嘅，好少走入马林当中嘅，即系呢啲系差唔多公式嚟噶啦。咁啊，呢只叫一号啊，呢只叫标，唔系呢只四号标之五之啊，呢只我买呢只行头啊嘛，以为得噶啦，以为班得啦，上嚟啦，搵个位拉出嚟啊嘛，快啲唔得。发力噶嘛嗱，吹啊吹擦啊而家吓，我中意你只马都跑得好好啊，真系啊！即系而家只经常跑千六嘅马嚟讲，跑到嚟三百米都系未断，哇！咁你睇班德礼耷低头系咁冲上嚟，唉！但系我只七号仔格仔就两又系黄色衫格仔就七号仔，当年情咧就叫做两个斗啊，输一个颈，几好啊！呢场马。高东嚟一 Q 翻嚟咁，好嘢喎！真系啊，高东嚟好兴啊！今年已经第唔知第几多次系咁样啊！真系，蔡明少七号入德厨房团体，哇！好嘢喎！呢个名几多好啊？呢啲啊，呢啲名几多好？当年情，蔡明少，高东尼，要访问噶嘛要，啊，几个最后先赢啊，真系。两只都好努力啊！两只都又系220几蚊 win， 全部冷 win。